小时光们，感谢粉丝提供的今天的网格泥教程，轻轻一拉就可以拉出很大一盆花，而且这种做法拉出的花比之前的两种又大又均匀。结尾还有一场满足，炸耳朵的声音超解压，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哟。开始教程，空盒子里少量清水，然后浴室拿来沐浴露倒一丢丢到碗里，盖上盖子疯狂的摇晃，摇晃出细腻的泡沫。好了，变出好大一碗泡泡，如果有个吸管就好了，能吹泡泡了。然后碗里倒入液体胶水，滴几滴蓝色的色素，然后搅拌几下，色素混合均匀。混合均匀之后加入苏打水溶液，最后加入隐形眼镜护理液，然后勺子搅拌成型就好了。搅拌至成型不沾手之后，然后我们拿一个盘子把网格泥倒入到盘子里，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网格泥手感很柔软，而且有沐浴露香香的味道哟，之后就可以尽情的拉花了，很享受这个过程。好啦，今天的脑筋急转弯，蝌蚪没有尾巴变成了青蛙，猴子没有尾巴是什么呢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哟。然后超级解压的炸耳朵声音来了，翘起耳朵听哟。